他的情况是寒气比较重，湿气比较重，所以他特别不是做艾灸的治疗方法，还有针灸，因为他也有几个水面的问题。这个是按照自己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来确定哪一个是比较合适的。你有寒气的话，或者湿气，我觉得艾灸是挺有效的。通过我的经验，我觉得那个效果非常好。然后呢，你有就是水面的问题，这样子的问题，针灸是最好的。我一开始我到上海的时候，我在国际学校工作，我是当英语老师。因为我本来我是很喜欢做运动的人，如果你很喜欢做运动，你想理解自己，你想你的身体很健康。很容易受伤，我自己想过办法来治疗自己，所以我发现了在中国有中医是比较最好的方法来治疗自己，所以我确定学了中医为了这个原因，就是治疗自己。然后呢，我发现了因为我能治疗自己，我也能帮助别人。我2018年开始学中医，我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学的中医。然后呢，学中医是有一点挑战，你看书有一点困难，特别是《黄帝内经》那种的，因为都是古文，所以这个很难理解，而且里面是双语，所以一部分是中文，一部分是英语。所以他们用英语来翻译那个中文，然后呢，他们会给我们提示，而且也有老师他们会花一点时间跟我们说啊，这个句子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意思。我还是觉得你学中医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是什么？是不要去背东西，要自己想办法。怎么用这个知识？如果你只背这个知识，那你肯定不会治疗别人，因为每一个人肯定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自己不想OK， 他的情况是这样子，和他的情况是差不多，那个症状是差不多的，但是肯定那个原因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会治疗的方式。会用治疗的方式不会一样，因为我很喜欢研究我不懂的东西，比如说那个针灸。我们一开始学针灸，我扎自己，就是感觉到扎针有什么感觉，然后呢自己研究一下，找到办法，让我的扎针的手法好一点。家乡旁边是因为是药材很多，所以我现在回日本的时候也自己去爬山，就药可以自己采。可能小的时候在我的那个记忆当中有一个记忆，以后药材学习的话是应该是最那个本源的地方是中国，所以我来到中国的目的是学习这个中医。
在学中医的时候还是很困难的，是我学虽然是学汉语，但是只有一年的时间，所以专门的中文很难听的。所以我们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基本上 30% 只有听的，70%都听的，所以我天天还是看书。所以我的书都是拼音，都是拼音，先读书读书看书或者查字典，前辈或者老师都是古文很重要，古文很重要，必须要读古文。但是我们外国人来说古文很难理解，很难理解，所以我刚刚学古文的时候还是不能理解，看也不能理解，查也查字典也不能理解，本地的人也古文学习以后错误的也，刚刚学中医的人也肯定会错。所以我觉得现代化来说，现代的科学来说，古文解释的书看得久。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特别去读老的书店，现在临床看一段时间以后回到古文，就还是很我就完美的一个书，特别是黄帝内经或者金匮要略都是很厉害的书。我是万达巴，来自马来西亚，我是2018级的博士研究生，因为疫情我上个月才返校，继续攻读我的博士学位。我学中医药一开始是因为我爸，因为他曾经接受的针灸治疗很快的恢复了中风，所以我从小对中医产生很浓厚的兴趣。另一个方面是因为我曾经是一名药剂师，所以我看到了中医辅助治疗减少了癌症患者的那个放化疗作用，使他们的脸色胃口变好，而且更有精神，所以这两个是我学中医药的那个原因。我刚接触这个中医的时候有很大的挑战，毕竟中医和西医的差别很大，诊断和治疗都不一样，但还好我有认识一群日中西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专业朋友和老师，他们都会耐心的细心的教导我，同时我也不断的学习，在课余的时间旁听了本科的中医药的课程，帮助我更了解的中医药。7岁开始我就学中文学6年，在这6年期间我对中文又爱又恨，总是想要放弃的时候，但还好我有就是还有继续在交流上坚持在这个交流上，然后就是坚持阅读中文的书籍，然后当然还是有通过中文那个歌曲还有电视剧来学习中文。我叫伊利亚，我是俄罗斯人，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中医的一个本科生。第一次来到中国是我8岁的时候，我看了特聘中国人民，这是对我的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从那时候我跟自己说的是我肯定要学汉语，肯定回来这个精彩的国家。我从4年级开始学中文，8年级的时候我跟自己说了，哎，你已经汉语学不错，那你下一步是什么？爸爸说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最贵重的东西是人体的健康，中医是中华文明保护的钥匙，所以他给我说了是你先去读中医。每个开始学中医的人要理解，这不是数学或者地理学，这是真的很难，难度很高的一个科学，因为我爱学中医，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东西，所以
我刚才说的是遇到了困难我就无所谓，我就可以直接解决它。越来越多人对中医有感兴趣，而且我自己觉得有很多概念我们现在都不能理解这样子的概念，比如说咱们的阴阳，有很多人他们知道、哦、阴阳是大概是这样子，其实对古老的人 我觉得这个阴阳是更深 的概念，所以要真的像认真的学习这样子的体系，中医的体系真的需要打开多一点我们的想法，然后呢要让自己比较谦虚。中医在法国也不是很发展，如果你当西医生，你能去就是做那个培训，那个针灸的培训，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这个培训是一个两个月的培训。我自己觉得这个有点矛盾，因为你不能一个到两个月学什么中医，你真的需要花很多时间。我觉得对中医这个方面他们可能缺一点点知识，很深的知识，或者他们需要就是引入多一点时间，或者来中国花三年四年五年，不知道，就是来学中医，就是加一点深度嘛。在日本的话，亚健康的人很多，但是不是病，但是身体很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虽然是在日本很发展很科技的感觉，但是这个缺少了一个这个原来的自然的元气，我觉得这样的感觉。所以中医我觉得日本可能很多人以后希望他们以前的那个丧失的那个元气，吃中药或者是吃蔬菜或者吃点中医，虽然是不是草药，还那个海鲜的那个贝壳类也重要，牡蛎或者断瓜类都是，这个是贝壳类的东西，这个也自然，他们吃这样的东西或者饮食方面应该是回到原来的东西，最可能原汁回到的一个方法。所以我觉得中医还是在日本肯定有以后很多人喜欢。虽然在马来西亚还是以西医为主，但各种族的传统医疗是被整合为传统与辅助医学，所以中医也是一个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由于那个中医因为它历史悠久而且它有许多记载的书籍，所以就是在渐渐的在马来西亚就蓬勃发展，不只是华裔，各种民族也是受到他们的喜爱的，也因为中医的那个发展也带动了本地的草药的那个发展。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因为我们的社会和中医的概念是太远了，因为我们的社会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你看大部分的人他们下班一定天黑了，他们早上他们起床的时候太阳一定出来了很久，所以我觉得最好就是要慢慢回到比较自然的状态，必须找到这个平衡，就是慢慢回到自然的节奏，按照太阳的节奏来矫正自己的生活习惯。粗一点是多不行，你粗放在这里。これからの中国でも考えられること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やっぱり食の不一致っていうのは非常に問題になっている。どういうことかというと、日本人は日本食を食べてたんです。今から30年前は。ただし、欧米化が進んでし、これ欧米が悪いってこと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ど、欧米化が進んでしまったことによって、食事がやっぱり日本のものでは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異物、異国のものを食べることになってから、やっぱりお腹の状態の悪い人が非常に多くなった。
そういった問題で、それが原因でもしかすると疲労とかメンタルとか、いろんな生活習慣病がさらに重く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我觉得美国、欧洲、日本都是个社会问题，我们是很方便、很科技、很发展，但是人空洞化，以后空洞过度了就开始他们是批评别人批评，我觉得这样，这还是社会上的问题，也有些中国这个中医是可以有些方法。中医里面咱们会建议你们要做运动，要自己动自己的声音。就是要动，要医治自己 的身体，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和瑜伽比较有关系，为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做普通的运动，我们不会太意识自己的身体或者自己的状态。其实你做太极拳或者瑜伽，我们会专注多一点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身体的状态怎么样。在这个状态中，你会理解多一点身心，自己的身心。でも非常にこの環境的には難しいと思うんです。特に子供たちは。なので私は子供5歳ぐらいの子供を診察するときには、漢方をこの鼻からこういう苦味が出るんだよ。食べてごらん。そしたら鼻が良くなるからっていうことを子供にちゃんと説明すると、子供は、美味しくないでしょ。どうなのって言って理解はするんだけど嫌なんですね。だけど子供は絶対挑戦をします。チャレンジします。チャレンジして飲むと、あれ?ちょっと良くなったぞ。っていうので、私はこの社会の今のちょっと中にこうこもってしまう現象から、自然界の方にこう導き出す方法としてこの中医薬のルーツ漢方のルーツっていうのがあの自然界の方に向き合わせる人間をもっと情熱的にパワフルな人間に戻すため の, その方法でも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います。中医的 它的历史非常非常久非常长久，它有4000多年历史，它的特色是它治根不是治标，就是既治标就关治根，就是这样原则。我目前的博士课题主要是研究中医药有效成分在癌症上的作用，所以最通过这个课题我学到了很多中医抗肿瘤的治疗效果，然后这类基础研究很重要，因为许多新药都是从这开始的。我有一个朋友，我一开始做中医的时候，然后呢他来找我，我帮他把脉，我说啊，你那里有寒气，有那你这个生活的方面是不太对的，要改变。然后呢我帮他做艾灸，然后呢他发现了他的情况会好，所以呢从这个事件开始的，他开始相信中医。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一个外国人让中国人相信中医，有一点。这边是红，这边是白，有齿痕，还有一个有点大，所以中医来说，这个是舌尖红是下面有点炎症。海外ではハーブ療法だったりするのはハーブだけ。ドクターはドクターの仕事。だけどドクターとハーブ療法、自然療法一緒にできる国というのは中国なんで、やっぱりそれはこれからやっぱりその分野で発展するのは、まあ、確実だと思うし、人間がだんだん西洋的なものとして分解されてきているのもあるし、生薬自体も科学的に非常に分解されてきて、どういう有効成分があるかっていうのが分かっている。で、それをこう一緒に組み合わせていくっていうのが今急速に行われていて、さらにこの中国医学の信頼と、あと効果、そういったものが目に見える形で証明されていくん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ので、そういったのに貢献していきたいなと考えています。
我觉得我还是能帮助别人，因为我爸妈，我现在爸妈还是挺重的。而且我看那个效果，我的朋友的效果挺好的，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他们都来找我。我从小朋友，就是我五岁开始对汉字很有感兴趣，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很喜欢看。但是小朋友的时候没有什么 internet， 我一直能看书，但是通过一本书我能看得见那么好看那么漂亮的汉字，我觉得哇，中国人很厉害，因为他们用小画画来沟通。我自己很喜欢画画，所以我觉得看汉字就是慢慢让我去发现中国是那样子的国家。所以我长大了以后我开始学中文，然后呢我学了人类学，为了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真的想就是听说多一点中国是什么，我真的想使用我的知识来帮助别人。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一直在理论这个方面也没有用，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就是把我们的知识用到实践当中，这个是最重要，我真的觉得是很重要。而且通过经验你也可以学很多。对，所以我真的不想给我自己太多限制，我自己学我自己研究，但是我还是需要就是经验一下，我觉得经验是很重要。我看瑜伽方面也是一样，对，你这知道理论或者普通的方面都是一样，如果你一直知道理论的事情，那你肯定差一部分。在中国 我发现了很多自己的问题，我也看了生活不一样的方式，别的人不同的人，其实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有不一样的人。我在上海溜了很久，很多外国人在这边，很多中国人，但是他们从不同的中国部分过来，然后呢我发现了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判断事情，我们给自己太多限制，然后呢我们不会就是欢迎和我们不同的东西或者不同的人，这个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我一开始 我也有这个偏见， 我对中国肯定有偏见，觉得啊我要去中国，那在我的想象中国人他们都喜欢功夫。我也自己觉得他们会穿那个很长的衣服这样子，其实这个只有在恐怖电影有。当然我们的世界是差不多，你去那里我们都是差不多，我们只有就是生活的习惯是不一样的而已，所以要爱别人。因为我在马来西亚还是有一份工作的，所以我是希望我毕业以后能将我在自己在中国学习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分享给马来西亚的亲戚朋友，然后也希望能够运用在今后的工作上，比如就是其中包括就是协助中医药和马来草药的质量管控，质量的管控上出一份力。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我一直喜爱学习和科研，就希望可以推广中医药的和其他的传统医学的教育和科研的发展。中医不单是有药，还有针灸，还有推拿，对我来说就是还是很有兴趣的，很多东西我想学，
不过可能在我这一生可能学不完。大学本科毕业后，我先要一年来好实习一下，就是先来找一个好医院，然后累积一个丰富的经验，然后我打算继续读研究生。因为如果我要代表这个中医在我的国家，我先要在这个方面当第一名，就是真的要当一个大医进城。医生是他每天都在学习，但是最重要的计划是开自己的医院，在俄罗斯开一个最大的最正式的医院。我要当一个中医大桥，我要沟通伟大中国和俄罗斯。パッションフルーツっていう、パッションっていう意味は情熱っていう意味なんですよね。だからそのパッションっていうのから人間は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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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くに行ってしまっていて、情熱を失ってしまっている。情熱を失ってしまうのは多分現代的な原因だと便利すぎるからなんですね。苦しいことから逃げられないんです、やっぱり。苦しいことを乗り越えるために情熱が生まれたりしてくるので、興味を持ってアタック挑戦していく。でその興味の、なんだろう、そのエッセンスの引き金としての意義が、私はこの中医学とか自然療法に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我自己会发火的时候，我想把针灸和瑜伽结合在一起。我想就是自己做一个中心，一个健康的中心。我们可以练瑜伽，我们可以通过中医的这个生活的习惯来治疗自己。我觉得有希望在法国会合法的。我的爸爸很喜欢音乐，他教我很多很多东西。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三年多没有回过法国了。每当想念家乡和我的父母，我都会来外滩走一走，看看黄浦江上的船，看江水向东慢慢地流入大海。地球就像一个人体一样，而全世界的水是一脉相连的，就像中医讲的人身体里的气。